OK， 这是我收到你寄回来的商品。对，那我现在要做开箱的动作，商品全部都未拆封。OK。商品已经有拆封过了，对，这边拆一下。你说商品会断电 ，OK？ 我长按住三秒了。基本上这种东西不可能会断电，如果你会断电的话，代表你就是一定是电力不够。5分钟已经算非常久了，而且我完全没有充电的状态。如果说五分钟内没有断电，代表它根本就是不成立的。完全没有充电的状态，然后我用一个比较强的频数让它自动震动了5分钟，但是完全没有买家说的断电状态，商品它并没有问题。 OK。